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自由学汉语。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？今天我们学习数字，数字，数字的用法，数字的用法，零，零，一。一、二、二、三、三、四、四、五、五、六、六、七、七、八、八、九、九。十，十，我们再读一遍：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现在我们快读一遍。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只要我们学会了这11个数字，其余的很简单。十一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二、十三。十三、十四、十四、十五、十五、十六、十六、十七、十七、十八、十八、十九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、三十。三十、四十、四十、五十、五十、六十、六十、七十、七十、八十、八十、九十、九十、一百。一百，请注意，两百，两百，二百，二百，都可以。一千，一千，一万，一万。接下来，123。一百二十三，1230，1230，12300，12300，12030，12030。12003，12003，数字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今天关于数字的表达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下次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星期和月日。大家再见。